最后一分钟，羹汤开始盛了。哎，它的那个酱烧五花肉越看越好吃，哎，真的不错。一松浓之后，看这个好可爱哦。啊，怎么没有加生菜？是不是忘了？可有可无啦，来啊，我们还有30秒，你赶快扒三片来。没关系，就算没有，没有就算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。马上要来进行的是评审试吃，首先有请我们的周庆安家族出列接受奖评。这一道我们叫做肉粽咸丝蛋堡，咸就是咸酥鸡，然后丝就是有蛋液，然后跟我们的芥末酱。另外一道是云南肉臊面，就是为什么会讲云南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会有一点点辣度，是婆婆改良过的，就是那个有辣度，云南的有点甜，对，了解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弄得有一点咸辣。然后我阿嬷做的肉臊会比较咸。所以我们想要把它综合一下。这个油饭汉堡啊，我觉得偏惊世骇俗了。